OBD2DTC 故障代码描述 A2轮轴位置证实延迟 组2是什么意思？ 此诊断故障代码 DTC 是通用的动力总成代码，这意味着它适用于配备 OBD2的车辆， 包括但不限于丰田、大众、福特、道奇、本田、雪佛兰、现代、奥迪 AC 歌等。 P0022代码涉及 VVT 可变气门证实或 VCT 可变凸轮轴证实组件，以及汽车的 PCM 动力总成控制模块或 ECM 发动机控制模块。VVT 是发动机中使用的一项技术，可使其在不同的运行点上获得更大的功率或效率。它由几个不同的组件组成，但 P0022DTC 特别是指凸轮轴证实。 在这种情况下，如果凸轮证实过度延迟，则发动机灯将亮起并设置代码 A。凸轮轴是进气，左或前凸轮轴。潜在症状 P0022DTC 最有可能导致以下情况之一：硬启动、怠速和或失速严重，还存在其他潜在症状。当然，设置故障代码后，没有故障指示灯，又称为检查引擎指示灯，会点亮。 原因 P0022DTC 故障代码可能是由以下一种或多种原因引起的：凸轮轴证实不正确、进气证实控制阀控制电磁阀系统中的接线问题、线束、接线持续向 VCT 活塞式供油可能的解决方案检查的主要内容是验证 VCT 电磁阀的运行情况。您正在寻找由于污染引起的 VCT 电磁阀卡住或卡死。 请参阅车辆专用维修手册，以对 VCT 单元执行组件测试。注意，经销商技术人员具有先进的工具，可以执行详细的故障排除步骤，包括使用扫描工具测试组件的能力。其他相关故障诊断代码：P0010、P0011、P0012、P0020、P0021。